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，症状被分类为注意力不集中或多动，但人们可能会以各种形式体验到两者，这意味着症状的表现是有一个谱系的。小女孩丽莎梦想成为一名作家，她将帮助我们理解患有 ADHD 的成长经历。她的故事展示了她的非典型大脑如何让实现梦想变得更加困难。在幼年时期，丽莎很难集中注意力，她容易分心，开始做白日梦，常常忘记或丢失东西，因为她的感官接收到的信息太多，超过了大脑能处理的范围，她感到不知所措，因此经常哭泣或变得沮丧。她的父母不明白情况，因此责骂她，而不是帮助她减轻痛苦。在小学时，丽莎无法静坐，经常打扰课堂。她很聪明，但除了英语和艺术，其他科目成绩都不好。没过多久，丽莎被贴上了懒惰的标签，被认为没有发挥她的潜力。丽莎也很难交朋友，她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经常受到欺负。她为数不多的朋友告诉她，她太情绪化，但也欣赏她。在中学时，丽莎开始通过图写图画来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，但她的老师不喜欢这种行为，并责骂她，因为她认为她在分心。因此，她掩饰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点头和保持眼神交流上。但这样一来，她完全失去了注意力，最后根本没有听课。这时，她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并发展出对创意写作的热情。在高中时期，他的思绪变得非常活跃，脑海中有成千上万的想法。他现在戴上耳机以隔绝噪音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但当他来月经时，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。他经历了剧烈的情绪波动，他开始暴饮暴食，并且开始吸烟。19岁时，丽莎进入了一流的文学课程，但日常的生活责任让她不堪重负，她感到筋疲力尽，不再洗澡，不再整理房间，也不去上课。一天晚上，她告诉她最好的朋友，她再也无法承受了，她一生都感到与众不同，无法融入他人，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。她的朋友推荐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作为最后的尝试，丽莎去见了他。精神科医生起初认为是抑郁症，但在询问丽莎的童年和家庭历史后，他注意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并要求进行更多的测试。几周后，丽莎被诊断出患有 ADHD 和抑郁症。医生向丽莎解释说， ADHD 并不仅限于那些广泛认知的症状，例如患有 ADHD 的人在执行功能上也有缺陷，比如工作记忆、时间感知或情绪调节。有些人甚至在喝咖啡时会感到困倦。然而，他们通常也有更高的创造力，比同龄人更关心他人，更富有好奇心，这使得他们成为优秀的艺术家或科学家。而且，他们在压力情境中反应更冷静，有些人成为了无所畏惧的消防员或出色的外科医生。精神科医生继续解释说， ADHD 的症状可以通过药物和治疗来缓解，规律的睡眠和运动也有帮助。第二天，丽莎服下第一粒药时，她泪流满面，她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脑海平静，她不再费力起床和洗澡。她意识到她一生中花了太多精力去做别人不用思考就能做到的事情。虽然药物帮助了丽莎，但她知道这还不够，她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，找到能发挥她优势的工作。到30岁时，她学会了接受和欣赏她的神经多样性，并在她的第一本小说出版后，她的非典型思维受到了赞赏。你怎么看？如果你有或曾经患有 ADHD， 你会通过服药、
接受治疗和掩饰行为，来让自己的大脑适应生活吗？还是解决办法是接受自己的差异，并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呢？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，请登录 patreon.com/spross 加入我们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，请访问 sprosscourse.com。